肚子上长毛毛啊。嘿，表妹。什么？我老那谁？你老蹲厕所呀？我是在厕所门口蹲你啊、哦！你手啥味儿？啊，真香、哦！没有味啊！没有味啊！没有味，你闻什么？习惯香，这是赶紧拿料子，我看，快！走吧，今天给你看几个好货。哦，知道我的实力嘛？啊，终于舍得拿好货，我看了哦。看到没，一眼就看到了这个、哦、这是啥、哦、肉质发黑还脱沙，来亚丹儿看一下，看到没、哦、我灯都不用拿镜，看到没直接在这儿就透了、哦、正儿八经的冰种，看到没，哇，太舒服了、哦、这个不错、哦、然后再看一下这个，嗯，哎呦，这个也不错的嘛、啊、虽然裂多但里面可能会不进裂、啊、从老裂不进，哇，这个也是玩冰的料子，而且可能还会带点底色，哦，虚浮，哎，再看这个，哇，这个也还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的弱化版本啊，这个稍微差那么一点，这个它要是再好一点，就是跟这个一样了。哦，这脱沙的太漂亮了啊，多少钱？这个38000。38000。嗯。啊。38000免币啊！啊，不是咱玩不起啊，主要是没那个必要。这个嘞，这个多少钱？嗯，这个花6000。6000，600能不能谈？可以。600放个漏嘛，表妹。百数放不了。那哪个是百数的嘛？啊，这个百数能谈吗？啊，这个999。999。百数啊。啊，那666嘛，66大顺嘛，是吧？可以吧？哎，可以。哦，再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是那个木纳的包浆皮啊，看到没？它皮壳是这种感觉的啊，然后它沙粒，看到没？哎，看到没？翻沙很均匀的，然后打灯，看到没？哦，有一点有那个糯化种的表现的啊，哎，里面切开应该还不错，哎，可以玩一玩，来给你钱，哎，这10000块你伸手就拿呀，是吧？你给我，没零钱啊、哦、没零钱，等一下转你啊，是吧，转你那啥上面哦，不，表妹啊，你肚子上长毛毛啊。哦，我切石头去。老铁们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搞。老铁们啊，料子已经切开了啊，有点那啥，心态崩了呀，我心态崩了呀啊，没化开，看看它皮壳，再看它的肉啊，皮肉不分啊，没化开，没有内化啊，有点，是吧？这打灯看。肿嫩肉细，不过水头还行，也没啥难受了呀。你看，看到没？它皮壳打灯的表现跟里面是一样的啊，皮肉不分，这就是皮肉不分啊，看到没？甚至这里，看到没？这里打灯表现比这里面的肉还更好，哎，难受了呀，兄弟们，啊，垮了。